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安邦的国家动物园。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来过，太久了已经忘了。马来西亚公民在生日当天算起30天内都可以免费入园。
为庆祝中马两国建交40周年，两只熊猫星星和晶晶前称福娃和凤仪，于2014年由中国租借给马来西亚。Thank you.
一天不要来，一天不要来，大家会继续围观。